大人，还跟在后面。我等护送之物驾至连城，此地杀匪肆虐，恐有陷阱，人马不可分。可他这一直跟着我等警惕多日，人快马乏，这行进速度。此地乃捕头王管辖，你速去请愿。我等向地方捕快利益求援，传出去恐大人脸上无光啊。朝廷贡品失窃，你我人头难保，孰轻孰重？遵命。是是是是。护夜明珠。王捕头，确定了，朝廷护送藩国的贡品是夜明珠。这是夜明珠？不是。夜明珠呢？不知。朝廷商队呢？不明。不是不知不明，我觉得朝廷那屁大点的公事银你们拿着都烫手。跟我作甚呢？
像这图案我在哪见过呀？你们是不是在哪见过这图案？见过。于大侠，快点啊！哎呀，他这种重罪，牢饭吃不了两天就得咔嚓了。坏了，您就别折腾了啊！等着。家中还有姑母，这单当我没做。于大侠，于清风。头回见你做亏本买卖，我还以为赏金积道之辈都贪得无厌。你每每积道都会留下印，这次的图案为何会如此潦草？也难怪，这手制定的就是不如以往玉玺印的别致，恐怕是宝贝丢了。可是我帮你找着了，拿下。于某的玉佩为何会在母头手上，而母头又为何要拿我？这得问你。大胆！于清风，你想拘捕？属于某人，不愿做无忧冤鬼。朝廷贡品失踪，河内却是你的玉佩，你作何解释？我想抓于大侠。这是什么贡品？一眼明珠。于某急用银两，玉佩几日前便押给了天河道。这是当票，拿去查实。是。带走。是是。哎，我不走。为啥查实呀？我真的老人哪儿啊？是啊。查查吧。我斧头王在沙城办案，从没拿错过一个好人，你们大家莫不是连我也不信了吗？可是查一下，这不是好人呐，这是好人呐。夜明珠失窃，如不出于某所料，这将是朝廷的大案，于某愿救出真凶，劫了捕头，对于某的误会。以七日为限，有个玉佩在此，难脱干系。
兄弟，等会儿啊，这次咱们能得到这个宝贝，全靠你小子给接的信儿啊！你可立下了汗马功劳了啊！买卖完了，大哥别忘了小弟就行。说的什么话呀？只要有了好事儿，大哥能忘了我的兄弟吗？啊！我想问问你，自从你立下这汗马功劳之后，这是第几日了？第四日吧。你也知道今儿是第四日了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金主三日必到吗？人呢？那信上就是这么写的，就是这么写的。你应该知道，这次朝廷在这儿不仅丢了贡品，还死了那么多的官儿。要真是叫了这儿的茶，你我藏得了多久？啊！去，到古崖黑市，再去找个新买主来。大哥，这样不好吧？等金主来了，没法交代呀。没法交代。红儿，红二爷，你可真行啊！放心吧，金主真来了，我王鹏替你担着。麻溜的，滚！兄台，你们什么冤仇？
这样会出人命的。放心。走。真是太快了。小小年纪如此下作，若不是刚才我叫你住手，那两个无赖怕是要被你偷个精光。爹！爹！爹！走吧，莱三。叶大侠，高抬贵手，你看完这。要不这样，于大侠，钱退给你。大庭一事，如实相告，就当我今天没有来。于大侠，请讲。最近这古崖有无什么大买卖？做破天的买卖。破天？嗯。何意？诸如你所言，朝廷的贡品，夜明珠。莫先生常在藩邦走动，只有大买卖才回古崖。前日里他突然回来了。你是说到了？不好，血腥味儿。多久？回禀李大人，前方不远便至沙城。去吧。看着，你得点，你等着。莫先生，还未走。Thank you.
我叫灵儿。我爹太重了，我搬不动。这些钱，你帮我安葬他。这袋钱，请你帮我爹报仇。接吻你金刀捕头王的威名，所以特来此地想给你个惊喜。王大人不必拘礼了。还愣什么？还不请大人去前厅议事？哎，不必了。王大人三更天还在牢里替朝廷效力，我等又岂能怠慢？李大人过奖。过奖？夜明珠一案如今是何进度啊？卑职正在追查中。那即使没有进度，我等奉皇上之命前来特查此案，还望王大人能多方协助。是，我给你五日时间，五日内破案。是。另外，这死刑和流放的要犯要分开计算才择。还有，我等舟车劳顿，有没有舒缓筋骨的地方？有。醉红楼，程明，还不给大人带路？啊，大人，请。慢着。
到我房间多带些银两。好。王大人，破费了。大人慢走。别忘了，五日破案。五日啊。一群亡国子弟。大人，这锦衣卫看着挺和气，但看咱的眼神，都压到地底下去了。当票查实了吗？天河道的王导头说，于清风确实当了玉佩，但后来不知怎么的，玉佩又被人窃了。窃了？大人不好了！消息还是坏消息？这是坏消息。金巡的金主被于清风给杀了。于清风。于清风。就是他。功不赖，平日里蹲司衙门的缉捕告示，道上很多兄弟都栽在他手上，被换成赏银了。这个于清风，他杀了金主，可是你亲眼得见？我到的时候，莫先生就死在古衙庭院里，就是于清风。没想到这厮也来办一道。看来我这宝贝得赶快脱手啊。大哥，还有个好消息。有屁快放。以往的金主有信任了，叫我们去醉红楼谈。和我爹爹的死有什么关联啊？不知道。那我可不可以？我可不可以帮你什么忙啊？为什么要跟着你？就是如果不跟着你的话，
就真的不知道该去哪儿了。我洗干净了就还你。对了，大人，您说这金蛇帮为何要杀于清风啊？不是啊，别人在醉红楼里吐，我们在腐蚀边吐。怎么了，大人？别气了，大人。好赖崇明那小子也算讨了份好差事。崇明，怕是不胜酒力啊。三巡，你茅厕去了不下十次啊！你是来舒缓筋骨的，还是来如厕的呀？我看你这身体也不太行啊！让人见一笑。来来来，敬两位大人。这边关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呀、啊！走啊！干嘛？一起去玩啊！哎呀，打扮打扮。走啊！那就入乡随俗。
咱们这是买卖地，讲规矩。于某进去找人，很快出来。哎，那儿也不成啊！踏进咱这醉红楼，就得用银子铺路。是不是忘记带银两了？嗯，哼，还有，没完，还有，哎呀！多乖巧的女儿啊！哎呦，于爷，您看您戏弄老身做什么呢？来来来，好酒好肉给咱们于爷请进去！哎，快快快，来了！大爷，这儿的姑娘呀，倒是一个比一个漂亮。好，下回还找你。好，好，好。哪儿来的小乞丐啊，走路不长眼啊，瞪什么瞪啊。师兄，师兄，你我一别该有数年了吧，来，我不饮酒，酒逢知己破个例啊。清水带酒。师兄你多年未变，还属倔强啊。师弟来此颇有功干，不便说夜明珠。说起来，我和这宝贝也算是孽缘。五年前京城灭门以案，这夜明珠遭弃的，朝廷好不容易找回来了吧？现如今宋于藩邦又半途失踪，而且现在连护送的兄弟都找不到。师兄，师兄，前日
看他呀，怕是看上哪个漂亮姑娘了。哎，你是他女儿吗？师弟啊，啊，你怕在此处还需逗留些时日，我们改日再去。我看你是家人有约，就见色忘友吧。行，我识趣，我退避三舍。走了，师兄。小姑娘，你呢，得看紧你这个爹爹，不然你娘得多伤心呢，啊！哈哈哈金主还没到吗？二当家，按您的吩咐，我们一直在这房里候着，大约该有两个时辰了。娘的，不是又耍我吧？你还让我见着这金主是谁？我。看我干嘛？这道菜您要慢慢吃，反复吃，吃干净了。你说什么？说清楚。有个客官让我对你说的。谁让你跟我说的？我没看清楚。出去！捕头，成明，看样子你喝的不少啊。好，准备出发。是。那不成啊，姨爷，来咱们这儿消遣的那都是有头有脸的，您要找人，我总不能把每个房间踹开让您看吧。您俩可以在家。哎呦，于爷，这可不是钱的事儿，咱这笑脸买卖日久天长的，主要是不能把人给得罪了。要不您能说清找那人的容貌也成。有胡子，老板结账。瞧你这么愁容满面的，我就帮帮你吧。
你这是？哎，这不是？这不是楼上那位爷吗？哪个房？厅子二号。上脚，喝完这一盅，于清风马上就要找上门了。二当家，今儿我们人多，让他见识见识我们的本事，关门。哎，不用关了，哦，他已经来了。夜明珠是否在你们手上？于大侠，有话我们可以坐下来说吗？把家伙放下！二当家，大人，你还好吧？要不送您回去吧。回去。回去可就没好戏看了。走吧，去醉红楼。于清风，你害死二当家，今天休想出醉红楼。红儿中毒而死，非于某所为，就是你送进来的，莫要狡辩，杀！叫什么名字？秦玉俊。走。这什么字？你会写字吗？
剑字少了一撇啊。李大人，您这是何意啊？王捕头，我知道捕快一直不算什么重差，但这人员进出还需要谨慎的啊。你不要让大家以为什么猫啊狗啊的都可以替我大明效力，行吗？你来进。叫什么？李明。走。师兄。伤得不轻啊。在部里，这药可以镇痛。当差事也可饮酒。你们捕快总是迟来，倒有坐收渔翁之利之嫌。早来晚来都一样，我跟你不一样。你抓一个人有银子拿，我抓十个人到月末公十银还是十两，你自己选的。如果我说当票的事已经查实了，这个案子和你已无关联，你还查吗？时间不多了，还有一天，等你消息。大人，有个杀匪跑了，追不追啊？大人，有个杀匪跑了。大人，药灼伤口会有些疼。这些伤都是以前留下的，记不清，忘了。忘了也不错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会画？小时候，我总怕自己被爹爹弄丢了，我娘就教我画画。她说，学画的人能清楚地记住
个人的样子。在想，我会不会从开始就在害你？捕头怎么这么说？为捕者，身份低贱，养家糊口尚难；为捕者，弃职三代也不能科举；为捕者，诸如你我，终其一生，碌碌无为。从我遇到你那天。就不该拉你入捕快一职。聪明，从没这么想。兄弟，今日过后，事情若成，你我往后的日子便是另一番光景；若不成，你就当没我这个哥哥。祸相依啊！大可不必。你去哪儿了？我以为你又丢下我了。这个在沙城可不好买。
去哪儿啊？找真相。最近的事端太多，不敢现身呢。我想这宝贝价值连城，他既然要我们去抢，这对他来说必然有用。我们只需暂避风头，他一定会来的。李大人让小人好找。你们不查案子，找我作甚？王捕头说，李大人您常在京师，难得来这边关公干，让我带您去看看这沙漠的日落，别有一番景象。哦，那必然要前去看看了。哎，对了，夜明珠是在沙道里拾起的吧？是。那我们就当是去查查有何线索。好，你带路。大人请。边关数年，难怪沙府被换，的确不易找。清风，二当家就是他杀的。我正想给红二报仇呢，你他娘的是自投罗网。朝廷的贡品可是你们所劫？你想知道啊？啊，那就下去问问那群朝廷的狗奴才吧。给我杀！
都给老子上！于大侠，夜明珠你拿去。实话告诉你，此番我们也是吃了哑巴亏。你没事吧？谁唤你进来的？不必遮掩，王爷。这，李大人，您这方向走反了。没错，看日落得往西走啊。日落，等过了夜明珠崖，咱们慢慢看。给我拿下！是。大人，这是为何？我要带你先去杀死这个夜明珠的东西，不然我刚才的煎熬力不是白费了。黑石案上莫先生，是捕头您安排的吗？荒谬！此人二人虽容貌俊美，双臂还刻意纹了金蛇帮的印记与架构，但交手中我便觉得蹊跷。二人招式阴毒，配合默契，所使武器又极为罕见，没猜错，该是江陵二人了。您疏忽了于某人的行当，在下。正是你所谓的赏金积盗之辈。很不巧，这两名盗匪正是当年于某所擒，二人罪恶滔天，乃死刑犯了，还能出现在古崖刺杀莫先生，我就怀疑你的衙门必有问题。而后二人又中毒身亡，恐怕是你王府疯人口舌的万全之策。至于你如何怂恿二匪，于某便不得而知了。你就是害死我爹的真凶。而后你知道我急于找到红儿，便派人引我去醉红楼。我们这酒过三巡，你茅厕就去了不下十次啊。应该是想借杀匪之手除掉我。更阴毒的是，你怕红儿一众不是我之对手，为保万全还安排人在我酒中下毒。但天意对，第一，我不喝酒；第二，灵儿当时怕我孤身对敌，遭遇不测，所以让我佯装点家，进入红儿房间。而这毒酒，便恰巧被红儿喝下，这才造成了我毒杀红儿的假象。
惹得沙匪皆想杀我而后快。随后我发现红二房间的纸条，红二应该也是你引来最苦恼的，为何将我等拒于罪后？回想起我师弟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你的手段实在是高明，如果我喝下毒酒必被红二所杀，你再带人赶来抓人，一来让锦衣卫刮目相看，二来我师弟必不会怀疑你，一箭双雕。可惜这只是你于大侠的揣测。王捕头知道什么叫百密一疏，那么短的时间将我和红二接引至醉红楼，你该是写了不少手信。我看见红二房里的字条和我那字条的字迹，便知这背后的主使只有一人，而那人是谁我却无法推断，直到我看见你亲手写的字。金蛇帮做事一向小心谨慎，他们如何得知夜明珠的护送路线？是有人有意泄露，而这个人一定是个官家，而且官途很不如意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抓一个人有银子吗？我抓十个人到月末公时银还是十两，你自己选的。如若是我，就先让沙匪劫走贡品，再将沙匪一网打尽，拿回夜明珠邀功。此招虽行，但可图官运亨通。哈哈哈哈哈！精彩，但只可惜没有证据。哼，好就好在我先王捕头一步来到匪寨，泄露贡品下落的手信应该还在这儿站着，到时只用比对几封信的字迹，捕头这盘棋就算输得彻底。你猜错了，先一步进寨的人是我。我让你受了重伤，这些煞匪应该更为喝一壶了，太高估自己了，于大侠。最后我的煞匪逃走也是你故意为之。大人，有煞匪逃了，追不追啊？大人，怪就怪你非要主动入局。夜明珠事情如不出于某所料，这将是朝廷的大案，我愿揪出真凶，结了捕头对于某的误会。你就是我这盘棋里面唯一的变数。
破，就是因为你一定杀得了我于清风。师兄，可还安好？果不出你所料，师兄，这次你可是为朝廷立下大功。
师兄。其实，仅凭你给我的字迹，定不了王捕头的罪。你伤得不轻。所以将死囚篡改为流放，就这一条，他照样是死罪。这死刑和流放的要犯，要分开记录在册。难怪江月儿会为他所用。真是可惜啊，没能当面抓他。要夜明珠一案，夜明珠一案已结。这下你总该安心了。这沙漠的落日的确壮阔呀。师兄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喝吧，就像三年前一样。穷光蛋就别喝那么多麻药。三年前夜明珠灭门一案，想必你有所耳闻。当时一名男子闯入钱掌柜一家，杀光了他全家，盗走夜明珠，手段极其残忍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，这一切都被一只藏于柜中的小姑娘发现。小姑娘的爹娘因夜明珠而死，所以他希望凶手也因为夜明珠而受到惩罚。我娘就叫我画画，她说学画的人能清楚地记住每个人的样子。小姑娘的爹娘因为夜明珠而死，所以她希望凶手也要因夜明珠而受到惩罚。她从当铺偷走凶手的玉佩，想让凶手成为杀匪的同党，但他万万没有料到，这次事件王捕头才是幕后主使。这样一来，就打乱了小姑娘的计划，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直到那一天，他在醉红楼遇到了我。你是他女儿吗？小姑娘，你呢得跟紧你这个爹爹，不然你娘得多伤心啊。啊，至此故事讲完了。师兄啊，这夜明珠一案就算彻底破了。夜明珠一案如此棘手，寻常人恐怕避无不及了，没想到师兄却迎难而上了。是万般皆有因果，真相就如同这沙漠，即使演得再深，到风起那日，总会大白的。师弟，你爹也是官家吗？
不做乞丐了。也好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李大哥，李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这个给你拿回去交差吧。不必了，朝廷在意的只是真相，这个还是物归原主吧。对了，灵儿，活下去，别带着恨。看来这因果终究难敌人性。